速度向前行緊，你可以將呢個嘢撥後，跟住揾只腳踩落去咧，佢就會開咗噶啦。開咗有速度咧，只船咧就會走水噶啦。你向前衝計劃，好啊。但係一冇風嘅，佢就會入翻水噶。咁所以你要啊，打翻開佢，任何位置都可以打開佢，得唔得？你只船有速度就得噶啦。冇速度，你千祈唔好打開佢。